驾驶人被开了没系安全带的罚单，但乍看他有系，还申诉警方。仔细一看啊，哈，那个背包的颜色是深黑色，那安全带的颜色有点褪了哈，那个也是黑色，但是明显就是没有系。眼尖的警察还是能一眼认出没核准销单。其实开车系安全带可不是扣上就好。肩部呢，这上部的部分呢，我要过这个哈，等于说要在手背的上方。对。哦，那腰部的部分呢，要在这个哈腹部以下。嗯。许多人为了追求舒适，常常系半套，不是上半手臂露出，就是没系住腰部，这些都没有保护力。那身体的部分是避免向前倾，等于说你一般不可能说你只有固定上半身，那你下半身的部分也是一样滑动，等于说上半身跟下半身的部分，整个把你身体支撑住，哦，避免整个人往突然做，等于说一个抛飞的一个动作。一般道路没系安全带可开罚1500元，如果在高速公路没系，可开罚3000到6000元。呼吁驾驶人和乘客系妥安全带，让伤害降到最低。大爱新闻，我是王昭忠，高雄报道。东南亚。